啊，那为众生是好事啊，眼看众生造了这个要受不好的果报了，像昨天有人问的啊，受到灾难了，我们知道化解灾难的方法，要不要帮助他呢？你知道化解的方法，佛菩萨比你知道的更多更彻底，为什么佛菩萨不来呢？你懂不懂什么道理啊？众生有业障啊，灾难是化解业障的啊，啊，果报嘛，它爆掉了，这业障就化解了。佛菩萨不来，看到众生受这些苦难，是消业障。业障消完之后，看缘成熟了，佛菩萨来了，啊，来怎么样？他对佛菩萨能生恭敬心，能接受啊佛菩萨教诲。现在来了没用，他不相信，他不会接受。反而造更重的业，为什么呢？轻视佛菩萨，侮辱佛菩萨，他罪不更重了啊！所以佛菩萨不来，有不来的道理啊！不来还是度众生啊，免得他造更重的罪业。他欢喜了，能接受了，能听得懂了。啊，业障消除，智慧渐渐开了，佛菩萨来了，来教导他。所以教他是帮他，不来还是帮他，这叫一片慈悲呀。啊，慈悲遍法界，善意满娑婆。